哭声四起。慈济仁医会为缅甸洛辛亚难民小朋友注射三联疫苗针，人群中只有20个月大的小男孩拉希德，左边肩膀却肿起大大一个肉块。第一次前来注射疫苗针时，父亲告诉仁医会医师，拉希德肩膀长了肉块。Masalah hair, nampak tiga hari lepas nampak kecil, masa kecil itu pun sudah kecil. Tuh lepas itu sudah tak tangkap immigration. Lepas itu sudah duduk penjara, sana dalam penjara sudah busak, saya makan busak. Dia pun tinggal dalam itu. Ha.仁医会安排外科医师罗仁勇前来帮拉希德检查。我们怀疑他有遗传性的软组织肉瘤了，可能需要帮他做一个扫描先，然后可能要拿一些肉瘤去验，然后过后还要找专科的医生，特别的专科，尤其是骨科或者是整形科医生啊，让他们去。要一起去割这个肿瘤。慈济社福志工到拉希德家家访，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期许爱的力量让拉希德和家人不再彷徨，可以早日切除肉瘤，健康的成长。带新闻马来西亚槟城魏丽柔、朱凯琳采访报道。